希望朱平看到我这副样子不要吓一跳，不管了，先救他要紧。我的妈，起开，滚开，有钥匙，快来人，朱平，朱平你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妖怪在哪儿呢？去老庄的门口，门给我打开，果然来了，你是臭妖怪，他敢找上门来送死，快滚。再说一遍，就是，再说一遍，快滚。滚！既然这样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滚啊！妖怪，快滚！你怎么还有脸来？你没事？别过来！他们说滚。楚平，你怎么了？是我，我是胡深，我们是朋友啊。一个妖怪也配提朋友两个字吗？我是该说你笨，还是该说你天真呢？你还没有看出来吗？今天这个局就是为你而设的，没想到你自己跑上门来了。果然，妖就是妖，脑子太笨。我们喝酒时，你说过永远都不会讨厌我，你还替我挡箭。如果我知道你是妖怪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喝酒？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，滚，赶紧给我滚，我不想再看到你的样子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怎么配合我做朋友？滚啊，滚啊！早说过了，这是我俩的赌局，你只能当看客，不能出手干涉。从村长家偷来的酒，本来在河堤边还剩四点，你若觉得恶心，便还回去。滚啊！还好我赶上，跑到半路听说村里来了妖怪。胡神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为什么要回来？朋友，一个妖怪也配提朋友两个字吗？如果我知道你是妖怪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喝酒？居然还用石头砸我，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妖怪走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对对对，一只妖怪而已，我谅他也不敢再来了，不值得诸位大哥费心，各位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不对啊，你小子不是被关在家里吗？怎么出来的你？是不是那妖怪把你放出来的？哦，我回过味来了，你刚才跟那妖怪一来一去的，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？不是不是，这事不对啊，搞不好这楚平他已经变成妖怪了。啊，妖怪！妖怪在哪儿？放火烧！对对对，烧他！烧他！都疯了！这是糊了他。你是我朋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讨厌你的。祝平，兄弟们，徐老现在正在全力救治祝平，你们跟着我一起抓胡椒、枪子源，干翻侯总村！抓胡椒、枪子源，干翻侯总村！干翻！祝平在哪里？胡椒，胡椒来了！祝平在哪里？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管别人在哪儿？兄弟们，上！上上！大地！不管了，算我输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说我要干嘛？他是救人心切，情非得已。你再挡我，都得死。